那那个花是喊什么名字的？那个红色龙沙宝石，但他们又叫面红色龙沙宝石，就是红色的。可以好多宝贝儿拿哈。嗯，就是几层几层，本来长好大一株，落雪给闷死的，简直能闷死的。它长下来是往下垂的。枝条也长得比较长，很纤细的枝条，它很适合做垂钓。蓝色阴鱼，蓝紫色的话，很鲜，梦幻般的感觉。赶场了，赶场了。这么着我啊啊看着走我路啊你看他说好把地图买起啊这是哪儿下雨了贼好吃啊贼好吃啊我还有贼好吃等会等会这菠菜长好长。天天啊，天天啊，好长啊！今天很累，要看。金瓜子。好，多少钱啊？十块。十块钱一斤。啊，主要是本地花生。本地花生种比较小，但是很饱满的，超喜欢吃花生。干啥玩意儿？几斤？你下哪个方面？生姜种发芽了。老板。现在就可以摘了。把梅花瓣里面种钱哦。啊。没养过，种得好稳啊。那能主打的那种花盆。我拍点视频，变绿的也可以吃啊。我觉得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植株茎叶也比较好看。啊。跟杨花长得好像。不太直接，喝的稳一点的啊。好，下次也喝点好。哇，折耳根，这个叶子很好吃的。孩子，最小的。哦。啊，你一个人啊？你干嘛呢？你我在那看着呢。你买么子？看着嘛。嗯。你这个红花生，买一斤，十块钱一斤，多少钱面？没的。啊。我的么子花生？就是这个。就是那本地的花生。那也行嘛。十块钱一斤，贵不贵？一元啊，知道吧？真的。广东的。我给你明白明白。真的。你回去要快快你去。收到哦。猴子。我家三块钱，三块钱。我就北京去的，我到了这里现在要我的要估计的，啊估计不好几斤啊。啊，这个包有有钱的。是羊买的吗？我有几袋啊？我拿去啊！哎，我一块臭腊肉哦，臭腊肉要不要的？啊，拿去要要的啊！我也吃，我很便宜的。我拿的吃的。你好家伙，有货条子我给你干的。我叫我你上来的。你今天有几袋？那个盘盘。
到处都是菠菜。看到什么？我的菠菜哦。我买的是什么？香肠，北香肠，好吃的香肠，十块钱。多少？十三。花生姜，十三，这套，这个，这个还没弄过，他等着跳，知道吧？这花生姜很多，五千，六千，他在这里搞好吧？这是，看这我板板，下雨了，板板还好，淋的落汤的都，板板。豆腐，啊，十块钱两，啊，豆腐那儿还能下，豆腐的还能下，好几斤啊？那这块钱没有啊？啊，两块钱完，两块钱完，有两块钱一个，我们都是豆腐的七三换，六个倒有两块钱。啊，算时间啊，时间啊，好钱一下我过。我一样一事，你说我一样。我两个，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一样，别的事儿。你说咋弄的？啊，咋的？啊，我还没葱啊。嗯。没有红葱啊，种的土豆是啊。嗯。我从这个没洗。我抽水也不睡，有事儿，是的，没钱啊，没钱啊。潘金山，喂，你忙呢？兄弟，好像我跟上我都还没了。嗯，然后呢？我要给兄弟妈一回啊。有了，多少钱？大腿。二十，是不是？喂。好，都买好菜了。这里边缺一点红包。啊，不行。他们样子多。有一点没点没不没点没就一多啊。哎呀这就啊。十块钱。我不忘我问一下买米。嗯。没多少钱。你回去。一多少钱啊这有大菜。啊我没拿烟儿。